我们现在要来抽这台未来战士 M2 的摩托车，它的这个抽奖方式呢是里面会有八个东西，打开宝箱会有八个，然后最多是130个宝箱，你就可以拿到全部的奖励，它是有保底。然后我现在拥有七个，也就是说我只要再买123个就可以把它全部打开。我们先看现在这七个，这个是合理正常的判断，我们应该是先拿完全部的时装，它才会给车。这个是基本上基本套路，没什么好讲。那我们就五十个买，碎啦，让你们见证人民币的力量。这个没用，好，有没有？基本上啊，他还是会先让你把时装全部抽完。哎，中了，他马上打我脸，马上打我脸。他给了我30天，但是永久的话，基本上还是得要。时装先抽完嘛，时装先抽完之后才拿得到车的几率是比较多的，然后再来我们现在再买个23个，好吧，我们来赌一个运气，究竟它会不会让我们直接一次抽到永久，还是要最后一次才能抽到呢？来了来了，人民币战士该亏了，你看是不是？小草跟你说，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叫随机的，都是这种一次一次运气的，但是你不用担心。有钱你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运气成分，就是这样，给开下，你就有永久的爱车如命了，好不好？摩托车给骑下，这个有没有告诉大家改装怎么改，这种一次就给它改满，有没有？不要管它加什么，这种直线的力量直接改满，我们先改满直线的，等一下再研究一下。没有很贵啊，其实没有很贵啊，130个保底，然后它还会有活动送你一些小东西，所以基本上实际上你不用花到真的130个，而且它的概率是固定的，就是应该都是抽满之后拿到了。小喷时间加 4%， 最高速度加 0.5， 这个没什么用，所以这个就是小喷动力跟小喷时间加 4% 嘛，然后这个是平跑加小喷动力加极速速度。哇，那我觉得选左边强很多，那个平跑速度其实真的还好。这个改这边好像就不是很值得，这个小喷前才加2%而已，但是小喷最高速才加1，这个应该要改右边，应该要改右边。最高速度加1，氮气时间加1，这两个怎么都一样烂的感觉，一样烂的感觉，我的天！兑换东西，两边都先给它改满。看一下这个305，还多喷呢，还多喷314，288 WCW 是288，那 WCW 才多喷呢，297，啊，挺快的，看一下小喷时间多长，哇，挺长的哎，这个小喷时间。我这小喷时间挺长的，我这样改小喷时间变好长哦。然后再来看一下，刚刚是用这个嘛，现在改成这个。玩 auto bike， 重点就不是 auto bike， 重点是腿。这个实况组很母汤，肯定是右边快，但我一定选左边，你们懂为什么吗？哦，差 0.2 啊，碎啦，哇，可以，就这样子吧，我们就这样子改装了。我对这个小喷时间很满意，实战的小喷时间啊，真的很充分，可以运用到很多地方。来了，我们直接走起吧，用我们的 M2 摩托车直接爬起来。哦，我忘记宠物了，没关系啊，没有宠物就算了，不是很重要的。星耀5有没有宠物，其实没有差很多，我忘记装宠物了。来了，回来之后呢，一马当先呢。哎呀，变 CW 喷，啊，这里应该抬头喷的。跟大家说啊，会有不知道的玩家为什么觉得都用抬头喷就好了？抬头喷呢，虽然速度比较快，可是它会让你的氮气变短，所以不会每个玩都用抬头喷。
你有看到多短吗？哦哟哦！怎么样？到这里就没了，一般的车可以延到这里。他明白了吗？所以抬头分整用在一些但不需要氮气那么长的地方，或者是你用组队竞速赛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氮气延续的地方。哇！哎，我没撞哎，对不起，奥特曼太小台了。是我是不会撞的。我都把侧身真的不科学，给你们看。你有没有觉得不科学？在玩啊，小掌月。这就可以抬头喷一波了，雷惨了吧？再玩啊，小草月！猎魂者有比这台好吗？当然有啊，这台才人民币300块，你想要比猎魂者好？怎么可能？哦呦哦呦哦呦，差点就死了，不对，是已经死了。他氮气其实挺长的。这里就可以抬头喷一下，因为这里会延得到，而这里就不行了，这里要到这里才能消喷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用途吧。哦，我按错了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小失误，无需在意。哦呦哦呦！梗什么梗？完了完了，我有机会追过他吗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我这里可以氮气延续到，我可以超过他。我开玩笑的。玩笑开过头了。来了来了。让大家看一下小草月雷禅的功力，这个腿厉害了。没有快速突然到啊！我为了不知道，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怪怪的。哎、欸，完了完了完了！还得适应一下，还得适应一下。侧身，哎、欸，现实中这样侧身还不雷惨。超不科学的啦！啊，快到没踩到！你看，超短的，这里就没了。我觉得不行，不能用抬头喷。但是就是想用，
更，就是想用，就是想抬。身为一个台湾人，跳多拜就是要跳狗链，怎么能不抬？是不是？改小分时间就很强哦，实战就很强哦。三个高，我们晋级了。哇，666，台中喷。台中人都这样喷的吗？兄弟，你住台中，你在半夜大马路上看到都是这样喷的吗？其实我觉得高雄也都是哎、欸。这里可以喷一下吧。我玩错了，不要按到太多分，完了，气不够长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害我雷神好不好？哇、哦，这个压车帅哦！也可以抬头喷一下吧。我有追上了，再喷一下，超过他。哎、欸，我被他闷到，完了完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自己这样子。哇，很梗哎、欸，我的天，梗，厉害了，梗一波，直接超车。